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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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美丽的心情。这帮孩子气死我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怎么了，吴老师？今天发这么大火？你说当老师辛苦不辛苦啊？上课把嗓子都喊哑了，结果呢，这个作业叫上来还是驴头不对马嘴的，肺都快气炸了。我说穆老师，你觉得呢？穆老师，我说你为什么要来当老师呢？我怎么就不能当老师了？我要是你，早就回去享清福了。大家稍微停一停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。我可不可以自己介绍？没问题。嗯，大家好，我叫威廉。外来的和尚能念经，这是在抢我们饭碗呢。来自美国，今年37。我说主任啊，你是想给我们学校引进养女婿啊？大家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威廉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化硕士研究生，他这次来我们学校实习是担任英语教师的。请坐，这家。吃葡萄，吃葡萄，葡萄，一点。喂，对不起，您拨通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麦老师，哎，你好。回家吗？对。我送你好吗？不用了。这么他都吃不好？不是不是，孟老师，孟老师，你的笑容太少了。是吗？对啊 ，smile sweet smile smile。中国人说什么来着？笑一笑是年少，笑起来真很美。smile baby smile， 拜拜。漂亮，这可比我们家那台轻巧多了。我老公买的，他说呀，这是专为女士设计的，拿着方便。哎呀，我说孟老师，你真够幸福的。我们家那口子结婚那么多年，什么都没给我买过。你老公就不一样，这还能上网啊？上不去啊。要不咱们找威廉来看看。威廉，威廉，你来的正好。孟老师他爱人送了他一台手提电脑，可是这会儿网页怎么打也打不开。让我看看。好了。威廉，谢谢。不用谢。孟老师，你平时不太上网吗？很少。那回头我给你推荐几个好的文章和论坛，你可以去看看。好。孟老师，孟老师，这是什么？你忘了，不是说要给你推荐几个好的网页和论坛吗？我把网址都写在这里。非常感谢。我觉得你最近笑容好像多了些。这样很好。我喜欢看你开心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我东西忘在教室了，你先走吧。其实我们原本是个很幸福的家庭。那什么时候开始有变化？
其实从他开始做育苗场时就会常常不开心了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他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我知道他是个很要强的人，他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但是却忽视了你，对吗？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渴求浪漫的女人，你并不在乎男人有多强的事业，而在乎他对你花多少心思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我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能不能给照片子开门呢？生气。嗯。厕所。你怎么又不说话了？我觉得你太了解我了。是不是可以叫做知己？你真的称得上知己了。感谢各位老师今天来旁听我讲课。我到学校也有一个月了，相信很多人会议论说叫那个杨鬼子在个大力跟学生说些什么呢？他会教书吗？所以今天我一定要 give you color to CC。 鬼子还挺逗的。刚刚是开个玩笑，同学们不要说这种中国是英文啊。用中国的就是留声机来放西方的音乐，这应该是中国西文化最美的结合。卡萨布兰卡这不变中国的女主角钢琴细腻温婉，非常接近中国女性的钢琴逻辑。而扮演者英格丽褒曼的面谱线条似乎也带着东方女性的罗和美，这可是她最终选择了跟水丈夫一同离开自己真爱的人。我想要是在当今的中国，恐怕注重自我感情的意思已经超过了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了。不过在当前中国的中学课堂上讨论爱情好像还是太超前了。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课后请同学们完成一篇有关中西文化融合探讨的英语小论文。可以讨论中西方的爱情融合吗？对，但不要让校长知道。 OK, class is over. Goodbye, boys and girls.依然，你先跟你解释行不行？好，你解释。那咱们上车说。你要说的就是这个。哎，咱们依然，你听我说，我不说你能，我不说你能知道吗？依然，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咱们上车说好吧。依然，你听我。你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阳光明媚的时候，一干跳起两件路子。哎呦，我说你这大鼻子啊！你要不会说中国话，回家好好练练。我告诉你啊，她是我老婆，我老婆知道吗？老婆，你太太不像。
依然，你告诉他我是谁。他欺负你，我要盯你两边找到。啊，威廉，你要干什么？孟老师，我一回来。你野蛮！外国人太野蛮。我是说你。